我打电话给你。记得打给我哦。嗯，拜。喂。这是谁？我真的很想念你。上班了。等一下，我要抱抱。抱多久？十分钟，现在开始计时。别人都很关心的事，我提不起兴趣。周围新出现的人，我也不关心。我给他打电话的次数，一天比一天多。我好怕他会烦我，但我控制不住自己，总想听到他的声音。为什么每次都是我先给你打电话呢？你有那么忙吗？有时突然希望自己得一场病，昏迷不醒，他从此守在我床边，每天唱歌给我听。我最怕的事情不是我们分手，而是有一天他不爱我了。我宁愿在我们最相爱的时候分开。